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大人。我一会儿要去跟他聊天的这个对象呢，说实话我心里有点怕他，因为我不知道他本人会不会像电视剧里的令妃娘娘那样睚眦必较。我魏璎珞天生脾气暴，不好惹，谁要是再唧唧歪歪，我有的是法子对付。 Oops， 说错话，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伶牙俐齿，不好惹。尽管我现在有点忐忑，但是一会儿我的提问也不会让他那么轻松好过，我们走着瞧吧。魏璎珞从来不怕斗，越斗越精神。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大人。那今天我超级开心，就是我见到了魏璎珞本人，欢迎吴谨言。Hello， 精品购物展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谨言。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就是想问你和《延禧攻略》里的魏璎珞，觉得哪点最像？挺像的，性格里面比较坚韧，然后能吃苦，什么事儿都不放弃，一定要做到，这种劲儿很像。有三件东西你不带就会焦虑，他们都是什么？就每天必带的三样东西呗。对，就是没有它就会感觉浑身难受。奶茶。真的吗？你是一个下午奶茶，早上咖啡，一天水。一定要喝奶茶。哦，真的天天回来都这样。然后这边有两个问题，然后你不用都回答，你抽取一个回答其中一个就好。我提前透露一下好不好，就是里面一个呢可能是要暴露一点你的个人的小隐私，又是不能透露的。然后另一个可能是你要对某些人说一些真心话，就真感情的话。要不然是不能透露的，要不然就是真心话。对，就是都是很难的抉择。你来选好。确定了？确定是他吗？贴得很神秘。你前一阵子爱上搜集自己的表情包，现在进展得如何？展示一下手机里面的存货，给我们的镜头看一下。哎，我的手机。快把我们娘娘的手机给我拿上来。然后皇上掐我脸的。然后这个是我头牌，我特别喜欢吃那个丸子，那个哇，真香！雷神护体，还有皇上的一个。我们有一个《延禧攻略》的讨论群，然后我们在里面都会发各种各样。那这个，别说话，吻我。很可爱。你现在数了清理里边存了自己多少，收集了好多。那在不工作的情况下，你是一个会习惯熬夜的人吗？不工作，睡觉啊。就是补觉去。对，赶紧补觉。你有没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隐藏特技？还在挖掘中。我没有特意功能，就挺普通的。下面我想让你透露给我们一个现在还不是有很多人知道的你的新的工作的动向。透露啊，对，就是9月14号真的电影说走就走，说说再见，然后大家见面了，打了一个广告，好像都知道了吧？对，应该都知道，关注你的人都应该。对，谢谢大家关注。然后我记得你在剧中有一段就是模仿卖酒的那个姑娘的时候，说过了一套苏州话，你现在还记得里面的几句吗？太后娘娘，快来买扎，快来买扎，朱二红，紫色粉，行红，马色粉。昨天请紫色粉，快来拿，快来拿，大概是这样的。然后那天在拍片场，他们都说，你真的是说苏州话。他说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我说你们听不懂没事，苏州的观众能听懂就可以了。今天我的问题就没有了，但是我还想留给就是场外你的粉丝一个问题，所以我就是私下找了两个女生，她们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你知道你有一个现在无实物表演吃面条的那个表情包超级火。神作。你还记得你当时说的是哪一句台词？皇上，五阿哥和你血脉相连，你怎么能说处置就处置了呢？好，今天的所有问题都已经问完了，谢谢谨言。谢谢。期待表情包。对，期待新的表情包。